大肠癌开刀后，前总统李登辉首度远行。今天上午，他在恒春的大太阳下爬阶梯，脸不红气不喘，而且还敲了33下重达2000公斤的饭钟，体力惊人。大太阳下戴着墨镜，精神奕奕，高龄90岁的前总统李登辉慢慢爬着阶梯，长达37公尺、36阶，2分钟内就搞定，而且脸不红气不喘。姐妹，掌声！抵达绵中蓝月楼，东海国小舞龙舞狮热闹相迎。除了膝盖好之外，臂力也相当惊人。这个重达2000公斤、屏东地区最大的饭钟，李前总统敲了33下，9月底前还要完成环岛计划。高龄90岁，虾米都唔惊。